迎来参加人文季开幕式，来找我们报道哦。欢迎我们社会单位来输入对他们的概念，现在做一种的一个竞争力已经有帮助，就针对区型啊，我们透过这样的活动，就是活动啊，我们将跨域啊，这也是我们觉得会面向各系的一个常态。会用自拍棒加上手机的方式，然后去扫这个 QR code， 然后就会呈现出一个物体，然后让他们可以看这个物体，然后体验 AR 这样。或者像 3D 的这样子的呈现呢，让他在学习的东西呢，就活生生呈现在生活当中，这样的学习会更有意义，印象更深刻。在刚刚体验的过程中，因为人跟人的距离很靠近嘛，那我是觉得这样的感觉是非常温暖的，然后看到这样的景象也是非常的开心，然后觉得自己跟大家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。就是在带他们体验之前，我是觉得科技感觉是会分让人疏远的科技冷漠感，就会发现说，其实我们这种 AR 的体验是把大家聚在一块，然后我们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是更紧密的。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建立起连接的过程。变化之中，最能把它描绘的让我们感动，不是科学家，是文学家。所以我们也希望文学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。那这些活动其实它的设计的本意啊，就是让大家能够发挥团队的精神。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，这样一个活动让我们能够来成长自己。生活当中一定有看到，生活当中安排一定有看到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
我想我也就是努力的自己去学，努力的在后面嘛，跟着我学也好，那我们把我们的文字放在一个平台，大家叫叫做跨越跨界，我们真的是跨出了年龄层，跨出了这个校园，我们的问题的这个活动呢可以继续传承下去。扮演的角色是把师大的学生跟国语中学学生搭起一个桥梁，让他们能够共同体验不同的文化，然后做一个跨文化的沟通，跨语的沟通。一周，那今年很特别，风雨交加哈，可是呢，我们的同学呢都把跨山跟粤海跨山跨超龄舞蹈啊，那么把这样的任务完成，我想呢，这就象征呢，我们这样的一个旅程呢，其实是越飞越高，越走越远，海阔天空哈。希望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创作经验分享给学弟妹。那未来不管你是在各个领域，你是持续做一个创作的分享共享的精神，希望你们在各个领域里面，借由你们在创作中获取的能量，将来可以回来师大分享给学弟妹们。成立跨邦共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，让我们台湾在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同学、好朋友，透过这个社团文化体验，可以认识更多，找到更好玩的东西，能够走出去看得更多，让我们心胸更开阔，所以我们有很多创造力都会来到这边，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